哦，哪一个有没有哪一个列哦？那哪一个列哦？我刚刚试了一下哦，其实蛮多方法的。我刚刚是在这边设个中断点哦。假设我今刚刚这怎么做了？我假设我今天做了一个范围，然后要找那个答案的话哈，其实呢，主要我是这样的哈，就是游标放在这边，然后做什么呢？就让它跑跑看。比如说我就选取 delete。它会进到里面，哎，会，那表示我这个方法 OK。那再来的话，我就想说，哎，那我要怎么知道说这个范围最下面这个词到底多少？好，那我就用在中断模式的时候啊，我用一个就是检视里面有个什么即时运算视窗，好，它会跳到下面这边。那你可以怎么样？去这个时候的话，你可以输入一些测试。那我就试了。Targets 里面还有什么可以让我知道说，它最下面哪一列啊？那我发现我用 row 它好像它只会跳出它的第一列、第二列，诶，它应该理论上我删到假设第四，它不会告诉我第四，所以后来我就它可以点什么点 address，诶，它这边好像会跳，有没有四？所以哦，我想了一招，怎么样呢？把那个四有没有把它咔下来？所以呢，它基本上哦，可以用 write 里面的话就是这个啦，把这一串哦放到这边之后的话，那我就取它最右边的一个字，放到这边就可以了。那基本上哦，int 这个好像不加，其实应该也 OK。这样会比较好明白的话，你可以不加没关系。啊，就是说呢，我咔什么呢？咔最右边的这个四放到这边来。所以呢，基本上哦。target address 的第四个，那就把4放过来，那不就是什么到 F4 了吗？所以就是 B2 到 F4 那个范围里面的资料，帮我 clear contents 就清掉了意思，就这样而已啦。应该可以懂我的逻辑吧？不过哦，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个 bug，什么 bug 呢？我只有抓一个字哦。对，如果两列的话，OK 哈，这个是伏笔哦。请各位自己去想吧，很简单哦，你就是找什么？找那个前符号的，对，前符号。所以你找到前符号的位置，那如果你要找前符号的位置的话啊，其实你可以用什么？用那个 in3，还记得吧？我们前面有讲过嘛，in3，然后刮胡，哎，把那个字要找的位置，好，把它逗点。找什么呢？找前的符号，那你就加一个前的符号，在哪里嘛？哈，它会告诉你，Enter，在第一个位置。可是问题哦，如果你今天是要找后面的话，我记得它有一个叫 Rev 吧。Rev 的话意思就是倒过来找，in3 Rev 好像有这一个，啊，你得看看啊，有没有？inst 加一个 rever 就是颠倒过来，那这个时候它会找到第八个，意思是倒过来找的位置哦。那你就把它的位置找到之后的话，哎，再用 mid 也可以啦，有没有 mid 切割啊？把那个东西放进去，不是 OK 了吗？对哈，哦，所以特别注意很多东西哈，的那个答案呢，都是透过这种方式可以找得到的，哦，所以有的时候啦，其实。我不担心说找不到答案啊，就是怕说你们不知道有这些好方法，好，所以特别是我的习惯，有的时候可能不见得马上有一个答案，但是我可以透过中断模式，配合什么呢？配合一个叫做即时运算视窗的方法，有没有？它会跳出这个叫即时运算视窗，然后呢，你可以用一个问号，这个问号其实就是表示 print 了。就是等同是你在这边打一个 print，我打 print 跟打问号，当然打个问号简单嘛，对哈，OK，问号，意思说帮我把可能这个VBA 点，有没有？如果你不知道有没有这个，你可以打一个 in3，有没有？啊，这边 reverse 就出来了，OK，啊，如果你不会的话，按 F1，in3 reverse 参考答案也会出现了。而且他会跟你讲说啊，这边怎么用怎么用啊，相关的东西啊，那你就可以照着去把这边的东西找到了。哎，所以这一题如果
看起来的话，哈，应该就是把这个的结果，如果要担心说有10列以上的话，那其实你可以讲不要 right，你要 mid 什么呢？第哪一个这个的第几个字呢？那就是VBA revert 这个有没有？把它放到这边来，逗点。后面的话哈，全部都要嘛，99，哎，不用99，那99好了哈，全部都要的话，好啊。当然，如果你不确定这个结果是不是对的哈，你可以怎么样？把这个先复制一下，贴到这边 print 一下，enter 看看，哎，多一个字哎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个应该是什么？把这个的位置怎么样？的下一个啊，对，我们找到钱的位置不是没前面讲过嘛，不是，就是找到什么 find 那个刮前刮弧那样，所以前刮弧要加一嘛，还记得吧哈？所以加一，OK 好，然后再 enter 一下，哎，有没有四嘛？然后呢，就把这一串怎么样放到哪里呢？放到这边来，有点乱哦，这边加一就好了，哪一个？就这边加一就好了，红花。啊、哦，对对对，啊、哦，对对，聪明聪明，嗯，对，没错哈、哦，所以写程式就是小心就对了，好、哦，反正就只要步步为营，因为只要一个小小的错误哦，就会让你痛不欲生了，对，因为常常都这样嘛，一个小问题看起来没什么，但是就是会让你一直找不到答案啊。但是这一串怎么来的？你可能只是看到结果啊，看到结果，你会觉得哇。这怎么这么复杂？其实它都会有一个不同的阶段完成的哦。哦，啊，只是说，因为我们是只有把结果给你看了，哦，那其实它背后有个推理啊，所以应该可以知道我的意思了哈。好，执行一下，理论上应该这样都 OK 了哈，哦，所以把它执行，哎，就清掉了。啊，如果这个问题如果发生在后面，假设是第11列的话，这两我用两个就好了，这两个 delete，哎，也成功了。啊、哦，所以这样的话呢，应该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？哈、哦，